前两天来了一帮玄门中人，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，也没想出个解决腾沙的方法。一眼看就第九天了，可咋办呢？要实在不行啊，你们就赶紧带着王乾坤来求求四堂。我看四堂也并不是真的想要了他的命，恐怕也只能这样。你要和瓦房通话吗？不了吧，不了。听他们的声音，我心里难受。反正过两天就见着了，行吧。怎么样，坤儿？我演的像吧？就得骗骗他们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也不能让你这两天的罪白受。虽然我仍然认为这一切都是幻想。啊？但是，我的世界都颠覆了，你知道吗？阿姨，给喝茶。给我的。对呀，你快喝啊。干什么？你问他呀。阿芳，出什么事了？他害死我。我害你？你多大？他多大呀？你跟个孩子在这较什么劲呢？来，喝茶。干什么？敬茶认错啊？阿芳，你这是撞了多少年呢？你多大，他多大，你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啊？活该！傻孩子，走，带你洗脸去。福瑞，皇家的人真的有法子解腾沙？有。你师父跟皇家的人通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在边上听着呢。据说我师父秋山当年在铲除司藤之前，还特意去拜会了皇家的人，请他当时的家主黄玉助阵。你想想啊，他们皇家可是当时参与铲除司藤的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解腾沙的方法？那为什么现在才找到皇家的人啊？哎，这都多少年了，沧海桑田的，人搬家都搬了不知道多少回了。而且据说呀，皇家这套秘法是传女不传男，人到了第三代没有女孙，马上就要绝了。啊，命大，黄玉的女儿黄翠兰还健在，老太太八十多了，脑子还清楚。听你师父汇报完情况以后，当时间就说了，腾沙是可以解。善宗好。单总好。怎么回事？这盆花吗？这是我新买的呀。对不起，单总，是我的疏忽，忘记跟新员工交代清楚了。我的这盆花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单总讨厌所有的植物，你没看全公司一片叶子都见不到吗？啊？那我是不是闯祸了呀？没事儿，以后注意就行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单总板着脸的样子，真的挺吓人的。其实他人特别随和，以后熟悉你就知道了。赶紧把它处理掉。
等以后熟悉了，你就知道，只有咱们白秘书是这么认为的。第几天了？嗯？哦，第九天。那是快了，眼看着清闲的日子就要到头了。对了，玄门的人过来拜山，你记得嘴巴把得牢一点。我能力损毁这件事情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你的能力不是已经恢复一些了吗？上次在山上，你已经可以用藤条做那么多事情了。我驱使藤条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是我现在落到这步田地，怎么能消耗仅剩的能量呢？当然是要好好的休养生息了。司藤，那你现在有什么异能？没什么异能。所以你的异能根本就没有恢复，你就敢公然的招惹玄门？司藤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很冒风险吗？觉得呀。可是自古以来，这富贵不都是险中求吗？再说了，我说过了呀，我是有事相求。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单总，这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。你让我查的达纳酒店在秦总入住那两天发生的事情有结果了。因为是淡季，所以很多酒店都暂停营业，开业的酒店客人也并不多。我逐一核实了客人的名单及其随后动向，只发现一名叫赵江龙的客人是发生了意外的，被救护车拉走了，说是削水果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划伤了自己。赵江龙，这名字有点耳熟啊。他是做陶瓷生意的，来自历县。又是历县？对。对你刚才怎么那么大呼噜？说出来，主任，他那伤难道是假的？假是假不了，大夫不说了，我们这伤到要害而已。可咱明明看到他流那么多血，感觉马上跟挂了似的。咱就让那老小子给骗了，没啥说法。他们，快上车。东哥，我知道了，祸还在赵江龙身上，在他自己划出来的伤口里。对呀，哎，难怪咱找那么半天都没找见。那你有办法帮我们找到祸？我当然有。以我对赵江龙的了解，他现在肯定还在历县。世人皆为情所困，为了友情两肋插刀，为了亲情赴汤蹈火，为了爱情不顾一切。可这世间哪来这么多情啊？你知道爱字怎么写吗？不会，也不想写，我从来就不需要。遮风挡雨的棚屋之下，是有人。人间自有真情在。人间自有真情在啊。你干什么？你头上可落了太多真情了，帮你掸掸。对了，你前阵子不是一直说找你女朋友吗？最近怎么没声了？找不到。你跟你女朋友出事的时候都发生了些什么呀？最好能往前回溯个一两天，都遇到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。你为什么忽然问我这些？闲着也是闲着，打发时间呗。喂，某哥，是我，单志刚。前几天去历县的时候，记得你跟我说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
姓赵，赵什么来着？说完了。其实那天我多少也猜到了一些，在那位马老板出现之后，阿曼的脸色就一直不太好，之后他还一直催着我喝水。水里下了药？应该是，所以我没有写。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，然后就到了悬崖上，紧接着遇见了你。那个人未必真姓马，阿曼也未必叫阿曼。你拼了命的想找他，就是因为那个爱吗？如果不是我把他带到达纳，他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。因缘际会，一路同行，我祝你早日找到你的女朋友。不管她是好还是不好，总归都是要解开茅塞，做个明眼明耳明白人。同时也要祝贺我自己，五件事很快就要成其三了。你什么都不会，进去干什么？马到成功。我身为整件事的当事人，又是星云阁的唯一后人，居然只能待在外边，真是惭愧啊。白的忽悠，白的，白先生，哟，小严啊，你咋不进去？我进去添乱了。为啥呀？这个，虽然我是这个玄门白家的后人，其实我什么技法都不会。我其实这次来纯粹是因为好奇，我不是给人开直播吗？我这不是为了过来长长见识，多积累点讲故事的素材吗？对。哎，小严，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啊。你看，你也不能进去，咱俩在这儿聊会天，正好解解闷儿，不挺好的吗？是吧？说来都惭愧啊。是我身为玄门中人，结果整个什么都不会，不丢人。不丢人啊！一样，我还空占了那么高的辈分。我是秋山的徒弟，给我这辈分都夹在这儿了，比大伙儿的，比您还高吧？赵江龙几年前在生意上出了一些状况，被当地的公安局立案调查，几个情妇也先后卷款逃跑，安小婷，也就是后来我们认识的安曼，也在其中。秦芳，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你，他这次去达纳说不定就是想和之前的奸夫合起来再讹你，只不过后来或许是起了内讧，所以让你逃过一劫，但是又怕你报警，所以就跑了。
安排的地契的确有点复杂，别把自己连累了。你就别担心我了，敢骗我兄弟的人，我会让他后悔的。算了，反正我也好好的，他那边也应该是安全的。就这样吧。行，你放心吧，你就好好散心了。哎，小严，小严师傅，哎，喝点茶。哟，怎么好意思让白先生破费呢？嗨，这辈分高嘛，我应该的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嗯，还可以啊。话说回来啊，幸亏黄老太太会解藤纱，要不然咱学门的脸可就丢尽了。对啊，幸亏啊。司藤肯定没想到我们会去找黄家的人，嗯，更不会想到黄老太太这一把年纪了，居然还记得她母亲传授给她的解藤纱的方法。天意啊。白先生，嗯，你发什么愣啊？哎，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啊？你看黄老太太知道怎么解藤纱，那证明这个藤纱以前曾经被人破解过。嗯，既然这样，司藤用藤纱对付王乾坤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啊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一首风铃记，浑身四口挂虚空，不论东西南北风，一律为他说般若，叮咚叮咚叮叮咚。那时候你快死的时候都听到了些什么呀？我听到了山里的声音，鸟叫的声音，风中传来的诵经声，还能听到山路上车子的声音。你那不叫真的死过，那叫将死未死，五感渐衰，但也没有完全失去。不像我，长眠81年，无知无觉。杨福瑞啊，你把就是你们走的时候司藤对你们说的话原封不动的给我复述一遍。他说十日为限，到了第十天藤纱就会攻心，所以让我们召集各路玄师救他性命，如果到了第九天还解不了藤纱的话，就去苍生山找他。去苍生山找他？怎么了？哎，严师傅，你看啊，比如说我是司藤，我想找玄门众人寻仇，嗯，但是我在苍生山只碰到了两个微不足道的废物。这怎么话说的？口误。我是司藤，我在苍生山呢碰到两个不怎么厉害的小师傅啊。然后我怎么能利用这两个小师傅把所有的玄门众人一网打尽呢？第一步，我是不是得把这些人聚在一起，集中在一起，一网打尽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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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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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啊！糟了，这藤丝有毒！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快来人！快来人！出事了！快来人！来人！什么情况？你快啊！怎么回事？我们被司藤暗算了。暗算？谭总，快！哎，都说了我是有事相求，定要折腾这些做什么呀？你死之前爱不爱看戏？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？再这样心怀不轨地看着我，小心我挖了你的眼睛。我心怀不轨？我会对着一棵树心怀不轨？爱不爱看戏怎么就成了不能问的事了？你这个人，喂，谁啊？真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做出这么下九流的事儿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严师傅，你冷静一下，来，让我来跟他说。喂，请问司藤小姐在吗？我可不可以跟她说几句话？怎么了？怎么着，这也是一屋子的人命啊，是生是死全在她一念之间了，拜托了。是九道街乌衣巷的白家吗？对对对，上三代是住在那儿，到我父亲那辈儿就搬了家。司藤小姐，您是认识我的祖父？听说过，当年玄门称他是玉面书生，据说喜欢穿白，白的长衫马褂、中山装，有时也穿着西服戴礼帽，手里摇一扇檀木扇骨的扇子，正面小楷写了两句诗，云：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扇子的反面以诗作画，三两墨笔勾出了个百姓人家。司藤小姐，您过奖了，这个我是没有那个福气见到。我还没出生的时候祖父就病逝了，而且我也不是很喜欢穿白，我平时都喜欢黑色。白姓，你还跟这不要脸的废话什么？白先生，你把扩音器打开，我跟诸位玄师打个招呼。啊，好，我开扩音。诸位，哎，我手机。
是有个发作的大限。但是平时若不想受折磨的话，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发脾气，要心平气和，多想想开心的事儿。可以听听戏曲，读书写字，闭目养神。若是像刚刚这位玄师一样，动不动就抄家伙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妙。平白落得我看好戏，疼的可是各位玄师啊。啊，这个说起来，还是要多谢司藤小姐。当时屋子内外都被封死了，如果这下毒的剂量又重上那么一点点，现在就是多了一屋子的死人啊。所以司藤小姐，您能杀但不杀，肯定是还有要求吧？我让严玄师带话，说我有事相求，为何你们个个都不放在心上啊？他这样像求人吗？忘了，我看出来了，司藤小姐，您确实是有事相商。看来你还算是个聪明人。啊，对了，沈翠翘仙姑仙寿几何呀？我太师父不到30岁就死了。哎呀，那可真是英年早逝，真是可惜啊。你这又是下毒又是阴谋诡计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他问我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哪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总不见得你要请人吃饭吧？对，就是要请人吃饭。啊？断头饭吗？那是多虑了，一来我对玄师的头并不感兴趣，二来各位可都是玄门翘楚，教化精英，我若是对各位不敬的话，那可是和天下的玄门为敌，这种事情那是万万不敢做的。原来你还知道忌讳啊。司藤小姐，是真请吃饭吗？真请吃饭。司藤说的大家都听到了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换作是你，你会相信大费周章甚至把你性命都握在手里就会请你吃顿饭？哎呀，他要是想杀你早杀了，他能杀但不杀肯定是有事相商啊，所以这顿宴席大有文章。但这中间到底怎么个起承转合，那得去了才知道。我想是不是给黄翠兰老太太打个电话问问看吧。藤沙的解法是她提供的，想必她对司藤也有所了解，从她那里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。真请吃饭？对啊，真请吃饭。司藤，我和你的命现在俩人是拴在一起的，我们俩是自己人，你跟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。我已经不求你透露十分了，但起码你透露个两三分总行吧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了要请吃饭，作为助理你现在应该做什么？你现在应该定时间地点，选饭店，订包间，通知各位客人在哪儿吃饭，什么时间，必要的时候还要安排接送。我都吩咐得这么明白了，你居然还要问？换做别人啊，这么蠢的助理老早就要赶出去了。对了，饭店要选的档次高一点，菜要多点一些，可别让那些玄师说我小气。司藤，其实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杀王仙棍的性命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找你。我虽然是算无一策，但事情难免有意外，所以他的性命我并不姑息。你这话说的就跟吓唬我方要吃他一样。
你是在说我虚张声势？随你怎么理解吧，我去订饭店了。但事实证明，确实是有毒啊。据我所知，司藤与秋山斗了这么多年，令堂又与秋山的关系这么熟悉，并且亲自参与了灭杀司藤，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？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说出来，恐怕对秋山玄氏的声誉不好。什么？秋山这都死了多少年了？咱们连他横长竖短都不知道，究竟是死人的声誉重要，还是咱们活人的性命重要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话有点忌讳行吗？这不秋山徒弟吗？咱们有事问他呀。二位息怒，二位息怒，二位息怒。坐下，坐下。黄伯伯，秋山是我师父，我是秋山一手养大的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麻烦您和我解释清楚。是他养大的没错，可你一定没有入玄门。是的。我遵从师命，从未学习过玄门技法。是这样的，因为秋山，他不能在玄门收徒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司藤的异变是秋山一手促成的，也就是说，司藤是秋山养大的。我师父说，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让大家闭口不提。但即便是坏事，对后人也是个借鉴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司藤说过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老会长，您说司藤是我师父促成并养大的，这话究竟什么意思？自古以来，我们玄门也是门第森严，秋山有几分本事，心高气傲，却因为出身低微，屡屡碰壁。恼羞成怒之下就动了邪念，他用一种方法让司藤异变，为自己所用。难不成您的意思是，他想要一个异族供他差遣，里应外合，自导自演，让异族作乱，他去平复的戏码？如此几次三番，最后名利双收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凭什么污蔑我师父？不是你有证据吗？你是你凭什么揣测的？你证据拿出来呀！证据呢？错，老会长，您德高望重，此事事关我师父的清誉，请您说话务必负责任。我对我每一句话都负责任。废物，如此无能，我要你何用啊？师父，我能学坏的，我想活。继续。不许笑，继续练。秋山虽然这么做了，却又难脱正统玄门心态。他视异族为下九流，瞧之不起，又想倚仗其成名，心里极其矛盾，所以对司藤非常不好。我娘说，司藤十岁之前，一直是被关在圈猫养狗的笼子里。真是太过分了！老会长，后来呢？后来，秋山在司藤的协助下，如愿以偿。哎呀，他们得意得很呐。可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他把司藤当家狗，全然不知这是血性未除的狼。而导致这一切的，就在一个情字上。
据说司藤遇到了一个富家少爷，并与之生情，但很快被秋山发现了。秋山是视司藤为下九流的，认为物种不同，何以互生情愫，简直天理不容。于是，在那公子的面前，设计逼得司藤现了形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严坤！孽畜，竟然背着我干出这等苟且之事，和人谈感情你也配？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痴心妄想了，我这辈子都只会听你的命令行事，倘若有违背的话，你再杀我也不迟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求求你了，我错了，求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就暂且再饶你一次，但是你要给我记住，你不是人，你就是个低贱的东西，很低贱，最低贱，这辈子不是，连下辈子也不可能是。所有人也不会真的把你当人看，你记住。我记住了，我不敢了。这之后不久，已经功成名就的秋山终于得偿所愿，并择了黄道吉日，准备正式的加入玄门正宗长明山。那一天是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日子，也是最耻辱的日子。一天之内，从人生的顶峰跌到了万劫不复。秋山不仅没有资格拜入我玄门正宗，而且还是个其心可诛的卑鄙小人。这个信上写的明明白白，秋山狼子野心，养异类为患，实乃我千年玄门之奇耻大辱。口说无凭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？有凭据是吧？带上来吧。星河灿烂。
朝灯是我选择，心隐隐闪烁，不自快活。看星星雨落，孤孤的把火。看星星雨落，熊熊的大火。闪烁。